弄干嘛？看看吃什么呀。季老板还真是替我省钱了。什么省钱？这家猪脚面超级好吃的，高启强同款。我小时候经常来。不会是要说你妹妹吃肉，你弟弟吃面，你喝汤吧？也是大可不必。啊，您不喜欢这儿？那我们换一家。不用。老板娘，老板娘。 给我来一份最重口味的肥肠面。我要一份猪脚面。好嘞。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吃面就大蒜，太符合我气质了。不辣吗？ 尝尝，怎么样？这款酒够得起你的来往吧？又是约我吃饭，又是香槟，他在暗示我什么吗？ 应该感觉出来了吧？我今天有重要的话想跟你说。我们虽然才认识一个月，但这一个月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。之前你帮我找到了外婆，在公司又帮我顶住了很多压力。 我以为，你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们跟以前不一样。对，我承认我对你是有好感，但是有好感我就要接受你交给你在一起吗？比起这些，我最讨厌的你知道是什么？
私下里，她居然是这么可爱的女孩。好的，季总，这套方案呢是我个人目前来说最满意的一套，因为它相比于之前提出的两套方案呢，我们重点解决了它的成本和缩短了生产周期。那么我相信方案可以，先休息吧，今天先这样。好的。 用我的音响放这么不入流的歌，暴殄天物！我开始有人没品味了。听不知从哪来的旧 CD 就有品味了？很小众的，你懂什么？小众。 谁允许你上班时间逛 CD 店的？那是我私人时间，我想干嘛干。你的工作是扮演好贺山月。明天就是爷爷生日了，你是打算拿着这个破 CD 去给他做寿礼吗？爷爷的生日我会买礼物，但你把我的 CD 还给我。 季承轩，哎，你还给我！这回可是你主动的，我可没有不揍你。还给我！喜欢留着好。